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人好话不多爱吃爱喝的大辉。今天呢，我来到了东丽区的红顺东道，汇谷园的迪商，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天津市的非遗啊，赤土烤肉。跟老板订好，老板告我两点以后来，太忙，走，我去看看到底是哪家。哇，今天风还真大呀！我要跟随大辉的脚步去看看扣肉的制作过程。现在已经是2点多了，跟人订的是2点半，是吧，辉哥？对，不愿来太早。对，饭馆人还正忙着呢。就这啊，赵记扣肉，走，我们进去看看去。您是老板哈，赵老板，我大辉。您好，像给您定位好吗？啊，对，给您定位好，看看那个扣肉那个制作过程。您家是非遗对吧？没错，没错。是，我都看见后面相片了。是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嗯，我是第三代传人。哦，就是扣肉制作技艺的第三代。好的，好的，咱去后面看看行吗？嗯，看看吧。看看制作过程，这都是商业秘密，不能公开。行行行，必须的。走走走，好了，行。嗯，赵师傅，今天上您后厨来看看来了啊，哎，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这个扣肉，您家扣肉太有名了，是咱天津非遗，对吧？对对对，那行的，大家都认可。哎，那么你们要既想要想看看的话，咱们就从头开始。行，第一步就是先选肉，看到吗？嗯，这个选肉是一个相当严格的。哦，你看我咱这个做这个肉为什么受大家的欢迎？嗯，就是。这个选肉，这个必须得选这种大品牌的冷鲜肉，嗯，是吧？鲜肉，你像进口的那冷冻肉，咱们都不用这些东西，哎，是吧？而且呢，要求就是五花三层，看到吧？真是的，这清洗的水温，就是手能下去，这热度能下去就可以，哦，是吧？不能太凉了，太凉了，这上面的油你洗不下来，哦，是吧？嗯，真干净哈。哎，看了吧？啊啊，这血渍和脏东西都冒出来了吧？哦，下一步干嘛，赵师傅？这冒透了吧？啊，冒透了就把它出来捞出来。哦，捞出来下一步还得要进一步的清洗。还要再洗？对。嗯。看了，很干净了吧？真是很干净啊。对，必须要干净。嗯，对，这时候已经洗干净的肉了。哎，还继续把锅里水换了。啊，还换成清水。嗯，啊，然后把肉还放入锅内。哦，这尽量的是肉皮朝上，因为怕肉皮贴锅啊。哎，对，这个过程就是把洗好了、冒好的肉，嗯，煮成八成熟，就放一点葱、姜、蒜、嗯、八角。哦，放锅内，嗯，盖上盖子，这就可以煮了。好，煮多久？八九成熟吧。我们等着啊。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哦，行，好，那看看啊。咱们看看啊。好。哇，热气，熟了。哎，这个，啊。哇。筷子很容易就插进去了。哇。然后就开始。抹这个我咱们自己炒制的嫩糖色。哦，哎，开始刷这个。对，刷色。这个糖色的秘料是不是秘制的？您是？对对对对对。哎哎，那绝对。这也不是什么秘制，可以，就是咱炖肉会炒糖色，这都可以。哦，嗯。好了，刷均匀了。好，刷均匀了以后，不要直接用油炸，哦，得把它风干一下。嗯，下一步就开始炸了。哦，把肉皮炸成虎皮色，把肉皮炸起了泡，啊，就该七成热。哦，是干冒烟。这就是炸好的是吧？对对对对。金黄色哈，炸成虎皮色。虎皮色，嗯，这是师傅准备的这些料是吧？对对对对对。嗯，咱们这下一步就是把炸好了的肉开始定碗。哦，定碗。对，但是碗里头还得下一点料。哦，下料。哎，对，搁两瓣八角大料就是。嗯，
搁两片，不要搁多了，搁两片姜，两片蒜，然后放一点糖，糖的量的大小就根据你的口味，然后把炸好肉规整一下，太厚的地方把它片下来，开始切啊，薄厚就是在六七公分，七八公分就可以。看您这肉真好，肥瘦相间。对，咱这个肉好，你看这个肉，这个选料，咱们选的就是国产的料，是吧？我一般就是选的经这个双汇的，汇的是大品牌大厂家。哎，它这个屠宰过程、分割这过程都是现代工艺的。你看您现在切的时候，已经闻到香味了吧？闻见了，对吧？很香，太香了。张师傅，下一步咱干什么？下一步就是定碗了。定碗。皮面朝下啊。嗯。把碗定好，定完了以后，还有过程，咱就是入屉了，开始入屉。入屉之后还有一个上料的过程，下一步就是入味。哦。浇料，就我们这就是浇料。浇料。对。好。先下盐。盐。盐就是根据自己的口味。嗯。下一点鸡精。提提鲜。对。然后就是上面放一点。放一点葱花，最后一步就是我们自己配制的，这是最保守的东西了。好，自己配制的秘制的料，秘料，这个才是关键了。对，香不香？香不香？吃好味道全在这里头了，是不是？都在这料里。哎，不便公开了啊。好，浇完了啊，开始盖盖盖上屉帽。哦，开始蒸了啊。好，开始蒸了。蒸，盖上屉帽以后。大火蒸到多长时间？一个半小时左右。哦，好。为什么要蒸这么长呢？嗯，就是把肉里边的脂肪要脱脂，提到一个脱脂的过程。哦，就是入口即化，对，肥而不腻。嗯，蒸这么长时间才能达到这种效果。好，那我们等着啊。好嘞。嗯，那么咱等吧。走，等一个多小时。好，时间到。啊。一个多小时，一个半小时左右，熟了，基本肉已经熟了。好，我们看看啊，开炉，哇，看了吗？嗯，把这个肉里边的脂肪也蒸出来了，嗯，这肉也塌下去了，嗯，你看现在又软烂，味道正好，调料的味道也都入到肉里边去了，嗯，下边就是有一个。扣碗的动作哦，扣肉，对，是吧？扣在碟子里，对，哎呦嚯，扣在碟子里就得了，多好啊！那在吃之前，咱得原汁原味哦，在搅匀这儿，把扣出来这个汤还得要浇进去啊，对，还得浇回去，尝一块儿，尝一块儿，看着吧，看着有食欲，必须得尝一块儿，哇！嗯，怎么样？肥肉入口即化，是吧？太香了，太香了！不愧是天津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您这个扣肉这么好吃，秘诀是那酱吗？它这个菜的来源，嗯，本身是来自于宫廷，在这个最早，它的这个做工和配料跟现在是不同的。我呢？就是继承了，嗯，原来宫廷的这基本的工艺的做法，然后我又想把它改变成适合咱们天津口味的，就是酱香味浓。同时我说的那个秘料，我自己又独创的，增加了18道工序。哇，哎，我现在是看出来这个扣肉为嘛这么好吃，嗯，首先选材，其次秘方，对，所以就好吃。火候，对，他们家这扣肉真是太推荐了。嗯，喜欢大辉视频的给大辉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关注大辉，美食不迷路。谢谢。